准备一下，你们就听不到有那个，哎，你们听得到做你名字的话。Hello， 开始。Go。其他的先淹死吗？我的正在淹死。晚安 ，Hiko。他想说你怎么突然对镜子说晚安？你在开直播呀？Hello， 大家 ，Hello， 李。是不是讲不一样？感觉看到我的背影，然后听到第九名谁谁谁，第八名谁谁谁，这样子。你要念了吗？要念的。那就先等一下。那就开始发红包。对，今天是清水小偷。今天玩游戏很激烈，很紧张。因为我们的食物都被偷走了，我们如果没有找到食物，或是找到偷食物的人，我们就会死掉，我们就白玩了。我们前面一整天，前面偷懒的份都没了。很可怕呢！好可怕！第十名是牺牲奉献，第九名是人剑谷，这是连牺牲。第七名是皮克敏都没有用了。第六名是 Steven。只能让他们淹死了。第五名是阿福，第四名是金子希利蒙，第三名是土片男子，第二名是丁彦 J， 第一名是花落梨枝。耶，谢谢大家。今天吃松饼，好快乐。工作啊？这是你的晚餐吗？等一下。工作。下午茶。所以还有晚餐。可能。下午茶。对。你那么好。对啊，在你们混乱的时候。谢谢西恩的枫叶，谢谢庆的看好你哦。对，我看小龙庆嗨哦。我明天有直播哎，我明天有吗？有啊。要不要看一下直播表？你说我排的吗？官方的。在哪里 ？FB。或是官网。你看他帮你说空闲的，还有七只在那边躺、哦。怎么会有七只在偷懒啊？现在很紧张哎。他们不紧张啊。对啊，他们不用吃饭，可恶。现在就是七只在休息，七只在工作，82个人在瞎忙。不要这样嘛。82应该没有82只在瞎忙，应该只有我那几只在瞎忙。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要干嘛。直播，我看一下。那怎么办？松鼠配炸鸡是什么？不要再睡了。Hello， 草莓酱。松鼠配炸鸡。松饼，我刚刚说松鼠，你刚说，我说松鼠吗？对，你说松鼠，在哪里啊？好吃吗？有了吗？可能要来一点吧，可能还没有，很久都没有哎、欸，那应该是还没发，八月初都没有了，隔壁好嗨，健康操，哈 ，Hello。怎么爆针？你的浪花怎么爆针？你怎么爆针了？谢谢思源的玫瑰，谢谢庆的看好你哦。还没有，好了，今天就先下播喽。大家晚安，暗红晚安，七月晚安，米娜桑晚安，拜拜。我还没下班，不是松鼠，谢浪客的夏令营背包，还有夏令营背包，还有夏令营背包。Hello， 大家。晚安，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不是，謝謝大家，我刚开始，大家可以洗洗睡喽。太快了。
好好喝哦。先把毕生积蓄丢出来，真的好，就可以睡了。不行，给我闭嘴。不行，是不是？好酷哦！对啊，你不用拜拜，这台还是看得到。松鼠这么可爱，为什么吃的？说错了。小孩气好可爱哦。马路上班，啊，它是真的猫，对，它是真的猫，小黑是假的猫，可恶！开始了哦，开始啊，是你按的，我要干嘛？等一下，这么多干嘛？这个吗？啊、它会变吗？什么？我想它会移多数吗？三只两只，它就会取三只啊。我现在可是我想说水的可以先拿去弄别的东西。什么意思？弄别的什么？拿别的花。可是你现在只有三个那个，对啊、三只水，还有一个一不是吗？对啊，这样比较近。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其他的要先收起来？瓦力在那里。如果你都要走水的话，就是收起来比较方便啊。那我收起来，我把它收起来了。我拿水。哦，跟我讲干嘛？好啊，还是要合作吧。哦，要闭嘴啦！我打错了啦。这边要打蓝色的，它就掉下来，但它搬不动。打错了，三八。闭嘴！我走错边。笑死！要讲话，好光，好光。等一下，我在哪里啊？我刚刚在哪里？我刚刚完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找不到。我刚刚在这里。哎、欸，我们已经过了四格了。好大给！怎么办？你觉得它不会在店门那一边吧？应该就是在什么简单找的地方吧。那几只在暗上。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我这里？我不是收起来吗？路上捡回来的吧？丢掉，直接丢走。马路被抓，好可爱啊！马路，不怕水，好，谢谢。谢谢他的有个新事业，谢谢他的人生信。今天是玩游戏直播，好爽，我是仔仔。好慢那些。肖德幸运四叶草，大家好，你们好，安迪，快点，我至少要找到水果。哦，你那个就可以了啦。
你那是水果吧？是啊，看起来是吧？是，是水果，没问题的啦。他搬一辈子，但是搬那么久啊？因为他很大，还是也不会搬那么久的。应该有吧？因为你只丢了几只，可是他没办法瞄准，为什么？看错了吗？没有啊。还是你也丢？晚安大家，我今天是仔仔直播。好了好了，我的枪好了，回来。然后呢，我要干嘛？我要过桥。我要过桥吗 ？Oh my god！ 继续啊！等一下，我丢错。等一下，那我继续打，他就自己搬了吧。等一下，好，他自己搬了。你在很远，你知道是不是？在不远了。哎，这里有水果哎、欸，在西游记，耶！对，好快乐。超感觉快乐时光。至少现在有水果了。不用那么害怕。嗯，你在哪里？需要哪里帮忙？这边是有一个水果需要石头的。有我十二个。那你可以来救救我，我在这里吗？哦，可能是。太远了吧，快要过一半了、欸、有水果就不用怕了，再来就可以慢慢找它，应该吧，可以吗？它不会把食物都吃掉吧？啊、就是不能进水的孩子。那你就拿会不能进水。这边啊，这边啊，这个桥，这个桥。对对对对对对，这里这里。左边左边。哦。大家晚安，我刚刚忘记我在直播了。糟糕哎、欸，不行这样吧。对不起大家，我在直播哟。也是算很认真在玩游戏的、啊。应该也不错吧？大家晚安，我叫陈晚安的。我要关个网路。对，要关网路。好了，我回来了，大家嗨。要怎么瞄高一点地方？你就站远一点，你在哪？我帮你。怎么路上这么多石头、啊？他不是要推，他是要压不是？哦，橘子，水精灵去哪了？等一下，我这里有，给你。可是现在出来吗？哦、那我怎么上去？好吧，那先不要。啊？我也是。那怎么上去？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不怕水啊。可你要怎么上来？就沿着河是不是？就是跟着他们，总会有办法的。好，那我现在干嘛？想一下，要干嘛？不要浪费时间。看一下别的路，看一下别的路。Hello。这里去过了吗？不准再提 AKB38 很贱吧不可以，等一下我看
被你的碎片。不可能吧？不可能打出自己团名吧？不可能，你也，哎、欸，不可能吧？是我姐吧？是亲姐吧？不可能吐槽吧？哎、欸，干嘛？这里有碎片、欸。好，然后都需要水耶、欸。对啊，所以水今天很重要。水，这里有一个什么的？这里有蓝色水，蓝色的桥。这个你过得去吧？那这里有怪物哎、欸，前面。嗯 ，OK。啊？这有过去吗？可以吧？我不行了。上面不是有桥？这个桥没有到通吧？哦、oh, ，OK。那我也过不去啊，现在。糟了，现在怎么办？那你就去点门看。虽然它很远，那么近一点，或不然你就去看看路上的孩子们。这个是什么？也是点门。去过了吗？去过。上面，这个，对，这地方，对，你就来这里，好，然后就我们快没有时间了，哈哈哈哈哈，真的崩溃，哈哈，怎么这么可怕？好累哦，哎，我好需要你，你这样太饱了，我看我只先工作，食物没了。对，书没了，可恶！快！太快了，我还用不了飞的，快拉它！来！右，后，右，哈哈！啊！对，不是，啊！飞，4K不用那么多了。我的孩子们，啊，鱼啊，鱼，走开，鱼，我没有力气弄你，鱼。那这个不是水的斑吗？是水的斑吗？它没有避开。不要把那个水果可以给我斑斑。哦，是吗？哦，可以啊。你要谢飞鸿的真情告白，还有一封信，没有人要讲话了，因为我都没有理他们，抱歉了大家。现在要干嘛去？按摩。至少不用怕饿死。好多只啊，但是叫不出来。这干嘛？现在干嘛？等一下。那我去吧。小心一点啊！要去找其他孩子们。我记得很多有很多那种蓝色的，一颗一颗的，那种硬币。粉红色太多了，粉红色好需要哦，就是跟水一起的话，
说：“哎呀，哎。”这个游戏一个人玩会疯掉吧？就是会偏累，好辛苦。我们都拿其他颜色去抢蓝色的硬币，没错。好、哦、是吗？还有五只，哪里还有五只？下面还是蓝色。这里一只，这里没有，啊、哦、这里有，黑色一只。然后呢？然后呢？黑色一坨。黑色一坨。哪里一坨？这里啊。哦，等一下我干嘛去了？我要去找，再找个店门，反正跟着我。去救他们了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你去救那一坨。好，翻身路。孩子吗？我们没有找到他哎、欸。在哪里？只有一只啊。还有三只呢，还有三只嘞，我看一下，红色有一只在这里，在你那边，那你去找他。应该只有他吧。嗯。像灰色有一只。黑色真的好难看哦。好看不见哦。找到了，找到了。OK。头发戴帽子不热吗？不热。不热。他根本就没有戴进去。他后面是空的。休息，巴黎的休息。马鲁上班，马鲁不愿意。谢诗人的枫叶，谢晴湖的干杯，大家晚安。谢希恩的枫叶，耶、yeah, ！结束。为什么杨雄前面有个球啊？可以结束了。没关系，就让他跑吧。精彩吗？京东。超丑，不知道，但是这个真的好好玩。欸、我不想玩了。没结束。
送我卫生纸，谢谢，而且还是用打出来的。没有关系，不用这么配合他。看起来就贵，但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是姐姐的。开始了。啊？什么？头发。看起来就偏贵。你要带水的吗？嗯，我带水的跟飞。是大乱斗的手把。大乱斗的手把。在玩皮克敏。带了很多，我就问，我再吐回去一些。Hello， 我带不了东西了，还给我。呀，你在哪里带多次了？会不会太多？我就问，你一个人要带100只。Hello， 大家晚安，我是高云爵。今天就到这边。对，今天就是哎，现在有很多蓝色的，你叫出来的、啊。你带走，你带走，你叫走，你叫走。我怎么叫走？你周围那些蓝色的叫走。我周围这些是我的啊。哦。你在闹。它变彩虹了哎、欸。你刚刚去。又在讲电臀电门那边，电臀，你要去电臀那边吗？没有，哎，我看一下我要去哪。刚刚那边还有东西吗？好像有哎、欸，有砖块，蓝色的桥，还有三只鱼。那我就不知道来这里。你需要很多飞的，我们一起去吧，帮你打鱼是不是？还是帮你拉那个？我可以拉，没玩皮克敏，皮克敏好好玩哦，但是建议要有朋友一起玩，自己玩要有不会吵架的朋友一起玩。对，要有不会吵架的朋友一起玩。不会吗？我们很说，但因为他如果一个人玩的话，真的是太辛苦了，会爆炸。这辈子都不会翻肚子，是不是？
对啦。哇，你那边，哇，我怎么也有？啊？我这里也有哎、欸，疯了！哇，皮克米们，哎、欸，我的蓝色都死亡哎、欸，怎么办？妈呢？不行，还想偷吃蜂蜜啊？麦卢森懒腰，太可爱。怎么办？我没有带可以攻击的。皮克米，到了。我怎么去找你？远天边啊！对啊，我超远的、欸。这里啊。可是你过不来啊。被封住。你确定我过不去？你在哪里？你需要哪里？需要帮忙？是不用，只是因为刚好有怪。那你是会不会死光？那你送我两只，两只飞飞。那我你在哪？我在水里哈。妈的！要标示一下吧，你在哪？这里。左边啊，对啊。还是你就过你的。我过不了。我过不了，好的。我在哪里？这个皮克米们都走了。皮克米们牺牲了，对啊，他是外星工具人啊，他而且可以不断的繁衍出来，繁衍，可不是吗？你觉得攻击的是什么？可是攻击的过不来，那要把水放回去吗？你讲，可是攻击过不来呢，我是在水边，偏水边，还是我就去附近，然后收各种的。铜板就好了，可以。那我就。可是你带水的没有用啊，有用吗？没有啊，我用水搬啊。好，你再多一点。不够了。领光光。嗨，谢谢杨雄的真情告白。杠出奶奶，糟糕。地图，谢林果的真情告白。这两只，难度。那谁去搬这是什么东西？那谁去搬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让谁去搬？就会是掉那里吗？对。应该吧。谢谢大家。好可爱，好长啊！你看，水吃掉了，这是基地吗？对，找能库吧。过不去，不是，那不是基地，那是你。是啦。可是过不去啊，怎么过不去？因为你人在奇怪的地方。还好吧。
你要干嘛？你在搬什么？做做桥吗？嗯。搭完了吗？我搭完了吗？石头在这。不是不是那个。这里还有一个。嗯，怎么那么多石头？那我刚搭了什么？谢浪客的一封信，因为他们都搬完啦。哎呦，这样是不是不能带其他颜色的？看你，我这里还有一批。等一下，我刚说走哪？我刚搭了什么？这个桥很长，你去打那个啦，硬币。哦，我刚搭了什么？哎，怎样？我刚搭了什么？蓝色的吗？你拉什么颜色砖头？蓝色的啊，还是是、这个？蓝色有很多桥哎、欸，不可能啊！你肯定搭那个短短的蓝色的桥啊，但还没搭完呢、啊。哪个？那个啊，上面对。不是啊，这是还没开始搭的啊。我刚搭了什么？我的皮克敏呢？不可能是这个吧？还是根本就没搬到？有啊，又回来了。有啊，怎样有？问题有啊，他们搬完就回来了呢。还是他们被吃掉了？没有，还是就是这个啊。那真是没有用哎、欸。还是我要去这里。你就去没去过地方啊？那个白色石头啊，你就搬到蓝色的看看嘛。嗯。嗯，什么啦？谢谢今天干杯，太难了吧？搭了个积木呀。好啦，我要粉红色的飞飞啊！算了，还是我自己去拿。好，我自己去拿，抱歉。哎、欸，嗯，在这吗？可是你等一下可能要救我一，救我，给我一手。那我现在再打鱼不就好了？可以啊。你等等要救救我，因为我把我飞飞，哦，我的皮卡丘呢？集体跳河哦。没错。好笨哦。不行。不行。我这么大的，好不喜欢水里面的鱼哦，感觉就比较难打。它怎么下去啊？你怎么下去的？从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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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边，桥的左边。这里，看应该是。怎么丢掉他们呢、啊？啊，你在干嘛？我在水里面打鱼啊。你怎么带了那么多？带了那么多？啊，我刚刚不是说了，你说可以。那你就丢。啊？什么？我要经过这里。是哪里？去帮你打的是哪里？是这里。对啊，你怎么过去的？从水里啊，从左边。那我怎么过去？从左边那个。这个。白色的那个。对，在左边。左边那个开口下去。那我怎么把其他只丢掉？你就把它丢出去就好了、啊。我有几百次哦。那你就不要过来。妈的。妈咪你在干嘛？
水他到底想干嘛？要去找找。不打他吧。啊，可以不要吗？打啦。可是我打不赢啊。哎，我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我要走过去。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星星，看这不错。姐姐走走。哎，你看我要把这些鱼，这怎么办？卡住了。左下就很棒啊。这个干嘛弄出来，先卡住了。哇，完全没有在播耶。有啦有啦，大家晚安。谢思远的一封信。有啦有啦。对啊。肯定是要这样子的。对。嗯。不行耶，我救不到他。这没有杀伤力啊！你在干嘛？找你啊！你找雷被子。就是在换地方哦，我没有换啊。对，这里对，下面可以下来。可是红色的。这里，这里。我不动了，我不动了。到了吗？到了，左边，右边，右边，右，对对对，下来下来下来，啦啦啦啦啦，你的石头仔，对，怎么办？怎么办呢，大家？没了，拜，帮我打这个吗？不是。猫咪，猫咪，猫咪，上面有水果。猫咪，猫咪，猫，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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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吓死了。好棒，那个水波。水波。啊？水波。Oh, oh my god, 猫咪。这是什么？这是怪。是怪。我的天，我的天，差不多可以掉了。我的天。来，脚。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我要上桌，你上桌。下面有水果。它的尾巴旁边有水果。你在水里就不行啊。
放在水里没办法。全部的意思。Okay. 等一下，粉红色的先不要。哎、欸。那只鱼长得好丑。这一坨为什么了？哪一坨？这一坨。安谢玉超的一封信，大家吃晚餐了吗？还没，妈祖说还没。你整天都没吃，你很不吃。谁叫你不吃？挑食，挑食吗？状况，他这么说紧急状况，他最近很喜欢那边哦。太重了吧？这边有水果，可是他需要什么？勾的勾，就是太远了，然后要用那个。这个时间了，刚刚有都开播了。看一下，谢谢汉战士的干杯。刚在哪？刚刚又搬了什么？刚刚蓝色砖块啊，右边左边吧，上面，对吧？不是，那个是。刚刚又搬了个积木。蓝色的，它刚端哪？那里吧。它小颗的吧？是啊。不是，这个就是它本来就有。它在右边，左边点那个。哪一个？就你现在箭头那里啊。这个是有，有那堆，它还没有拼起来，需要你去搬。我知道啊，我刚刚就说要去搬那个。我是说，刚刚已经搬的都搬去哪了？可能还没拼完，它就不会。我先吃吧，不然他们卡在某个地方，可是卡在某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他们已经搬完又回来了，所以应该在那里吧。再去一次一下。正在搬的会闪。那是闪的、啊。都上次有一只猫，就是。到底是吵什么？跟浪客。嗨，你们跟浪客聊天吗？有一坨。那我要去哪？你是说？妈路上班。妈路不要。吃饭了。马路来了，马路很痒，好痒。这里有一堆，别搬了，别搬了。画面其实蛮好看的，真的吗？是吗？是吗？开聊天室。Hello， 谢谢阿凯的干杯，大家晚安。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这里有葡萄啊。Hold up， 怎么有两朵叶子？
对，就是这么的突如其来。你刚那个吗？对啊。我想问他怎么突然想这种 BGM， 吓死！这里有水果哎、欸。我是本来就白吧，只是现在画面看起来有点黑而已。怎么样？你有意见是不是？啊？谁？你？你刚刚讲什么？我不知道，耳朵听不太清楚。突然。最好。有点状况。等一下，我要马鲁上班。马鲁，你来。马鲁在后退。马鲁上班。马鲁蹭墙壁。好，什么意思？大家晚安。没有，我本来就有白的，好不好？哦，我按到了。我要走去哪里？我要走去哪里？什么意思？很松的那种。开始。晚安大家。黑加白等于粉，不可能吧？我现在怎么办啊？我要怎么去这里？过不去，永远过不去。过不去啊。衣服灰而已，衣服灰。这颗水果在哪买到的？妈咪，妈咪，我上不去嘞，我怎么上不去了？哦，在这里。这是什么？哦，你在搬这个了，你刚才搬这个吧？哦，我是在搬那个。对啊，还有两片。哦？刚刚没搬完啊？刚搬完啊？没有啊？是吗？是啊。在哪里？这里，这里，白色的。这个嗯，不是不是这个，是这附近的，我记得是吧？在这边，在哪边？哎，你在哪？我在我跑超远，在这。那你附近去那边看看啊？该没有吧？你去看一下吧。我就看了嘛，我刚才出来的呢。那我现在就加个慢。哦，好像。等一下，现在不行哦，现在不行哦，现在不行哦，在倒数喽。全部都在啊。还有一只嘞。没有了。水里死了。今天有点馊，烂透了，这样就会解决了。OK 吧，马鲁，马鲁，你的尾巴要洗咯。它是有出点事情，应该是蛮湿的。马鲁把尾巴拿去泡在洗手台。洗碗的那种洗手台，马鲁来，嘿，不行，你不可以走，会被检举虐猫。
不会吧？他说会。然后他尾巴一直在打棒球。舒服舒服舒服，你是快乐猫咪耶。舒服舒服。怎么这么黑色？你没礼貌。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妈咪，妈鲁，妈鲁不爽。妈鲁，妈鲁好不爽。肯定是这样。说定什么了？哪有？他哪有乖啊？别人家的猫咪哪有都比较乖，他超难控制的。他没有那种就是乱抓乱咬啦，还好是没错啦。对啊，这样很乖了。他要气死！好啦好啦，他要气死了。因为刚才爆炸。哪有Tola很不乖吗？你看安安的手脚，每次都主人是抓痕。可是那可能是指甲很长之类的啊，就是你的手指。我还以为你要说安安指甲很长。不是，我是说头啦。他明明一脸困惑，是没？没有，他也会咬人，好不好？只是因为抓蛇他咬不到。应该会吧，我不知道。之前比较长，现在还好。现在比较不会咬。有被教育到。啊。Hello， 没礼貌，没礼貌哟，不可能这样子说我黑吧？嘿，嘿，嘿，哎，他又上去了，第三次了。你是猫哦？对，他是，他是。它咬你，对，它又舔你，它掉了，它拜拜，它不会猫你，为什么？被咬就咬回去，不行吧？被咬肯定是要咬回去的、啊，不可能吧？偷拉是抓起来的瞬间就开始挣脱，太快了吧？偷拉。我以为他蛮乖的，使劲咬，使劲抓，就是。也是啊，没有看过安安放他抱着偷来的照片，好不亲民哦。对，我至少还有一个马鲁躺在脚中间的照片，或者是小黑躺在我脚中间的照片，偷来完全没有，看不见安安。我变瘦了。还有谁？麻薯小姐，麻薯小姐也是一天到晚就趴在马油身上。还有谁？嗯，希美，希美也是会在。猫咪家。你去过？你见过它，还不知道它叫什么？是想到台北的。希美也是。麻薯没有，但希美有见过，但是他太怕生了，他是怕生的，但他不会到不亲人，因为他，因为他亲人，他亲人，他很亲，他很撒娇，他蛮撒娇的，但就是怕生，没办法，嗨，果果的亲，没有，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果果是最近才有吗？很久了吗？一点猫的尊严都没有，真假的？在干嘛？偏丑。哦。受够了，他一休息就开始打激斗哦，他也受够了，帮太厉害了吧？他有成功吗？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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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的公演，第一次，干嘛？这是叫我走中路的意思吗？他可是可以走啊。对。用尾巴，用尾巴怎么关？都是毛哎、欸，干嘛？去啊！好可爱。嗯已经第十八天了，怎么才第十八天？我不想去想那个偷食物的熊爸都在哪里了，还是要找到吧。尾巴跟屁屁，太厉害了吧！猫咪最爱直播黑子胖子，不是我看过的西美，不是那个西美，我看过的西美是猫咪的西美。但是那个西美我也有看过，很久之前。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太酷了！是猫咪，是它是，它就是，可恶，可恶 ！Hello， 晚安。我们上班班的太想吃饭了，太想吃屎了啦，但是要什么都不吃了、挑食吗？所以就只好先饿个一个礼拜，太久了，会去世。Hello， 大家晚安。我是不是很高？我是超高，因为高到那个会挡住我。对，我是说思雨家的 Hime， 我是说思雨家的 Hime。Hime， 哦 ，Hime 不看镜头是不是？他真的很可爱耶，他真的很可爱呢，毛毛的，哎呦呀！可是就是，哎呦呀 ，No！ 你弄掉了什么？我的手机壳。我的卡跟我的 pick 都在地上了，可恶！在哪里？算了，等一下再讲。谢谢晴天的红玫瑰。妈鲁明明不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想要它圆，但是它就不成器。它迷眼睛。怎么样？再不吃饭，把你丢掉。就是希望还可以吃的麻鲁麻鲁的啦。姫在哪里？姫はあのメンバーの。
Honey。啊，思雨啊。Honey ちゃんの家の猫の名前だ。走进思雨的房间，思雨去关门下，好像。像大门还他的尾巴是不是又进去了？看着看他的尾巴，湿到超湿，湿到不行，还甩出水。那边是可以的吗？不行啊，他还想往上欸，猫咪，猫咪好厉害哦，什么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好可怜哦，好可怜哦，被强制上班的猫咪，虽然跟他一样，猫咪基本上都是被强制上班的，好可怜。谁会主动？哪有主动上班的猫咪？有可能有啊，就是觉得为什么都不理他，然后就跑来挡镜头之类的。有吧？有这种猫吧？有吗？不知道。好可爱哦，敵を倒しました。两只都看过，两只是雨家的猫，但我忘记另外一只叫什么。另外一只叫什么？我抱好两只猫。你抱好两两只猫？好的。他家本来有两只猫，嗯，都是布偶猫，嗯，但是一只死掉了。嗯，托拉是例外，本喵不给拍，就是不给拍啊。转。不给拍就是不给拍安安的时候，还是不给安安拍的时候。哎，好慌，下雨沙，好脏哦。嗨，李晨。后来看起来，看照片看起来胖胖的，是吗？是吗？什么东西？偷拉？我不知道。照片？我不知道啊。没有在看。哪有？谢谢 M 说的看好你哟，很舒服哎，这个人。太舒服了吧？妈，舒服不行哦。哇，你的肩膀这么酸，这么酸，不会酸。为什么你的大腿不会酸？大腿就不啊，就很粗啊，就很粗啊。你哪里粗？你那么……我说你呀、啊。我说肩膀。你哪里粗？你告诉我。我不粗啊，细的跟什么？干嘛？还好吧，还好吧。哈哈，嘿，舒服。为什么会痛啊？会啊，会。按摩的感觉，按摩的感觉。西梅
可愛い可愛い、なんか暑そう、暑い。对啊，很痛哎、欸，很痛哎、欸，人家都说很痛了。这样很痛。你也很痛。你也很痛啊。可是你比较不痛，你说舒服。黑的放闪是什么意思？讲清楚哦。那露丝手才是最好吃吗？那感觉就是很多意大利面的味道。那感觉挺不错的。黑金。雷震的你，晚安，大家晚安。头发也太一条一条的，雷震的你。ないけど、ファファが他のゲームが始まった。悪いけど、そんなこと。何に就是開始了嘛。悪い子。对，我被放生了。はい。我哪有？我又没有玩别的。我只是去找猫咪而已，就十秒钟，它就开始。法法福气，福气是什么？福气。福气，そうだね。居然还胜利了。然后他出级耶。玩游戏吗？小三，你要继续啊？我是不是还要继续？继续？啊？还是这个画面累积什么？你要继续啊，猫咪，好可爱哦！すげえ、なんか毎日。公園見てるの感じだね。ハリュー。镜头给猫咪可以吗？猫咪不给。猫咪。猫咪在看地板。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哦。继续。累。我们不在出。猫咪在玩虫。猫咪，你在玩虫。它那些纸虫，猫咪这样子把剥下来，就盯着它看。那两只脚并起来，这样子很可爱。对。它是人面狮，它是猫面狮身。它要打你。
哦，今天是毕业控，背根居然，感觉每天每天都有人在毕业，有这种可能吗？さすがに毎日は見てないよ。まあ、差不多呗。差不多的日文是什么？忘记了。Hello， 小三美玲。お腹減ったじゃなんか食べろ。食べな。这世界每天都有人在毕业，是没错啦。每天毕业要打吧，可是这么多人，就是我说四八 G 哎、欸。我都是从人生毕业。不是，给我，不是。哎呦，很不想玩嘞、欸，好累哦。玩一个无止境的话题，得走哪里？没事，你那里头。什么音乐？游戏的音乐，在玩游戏，好爽啊！一年要招几个新人进来？感觉就差不多啊，四八局现在每天每天毕业应该是，但是都在毕业的还会再招吗？正常的吧。疫情期间你开什么休？要睡着，那你就睡，或者是吃东西。那你就先吃，然后就直接去睡。还好吧？扭曲人人人形猫咪。很可爱的、啊。不要，神经病，变态，奇怪的人。你为什么要压我？怎么啦？能不能坐好？你脊椎就是这样子歪的。嗯，不是。一定是，那骨盆就歪了，脊椎当然会歪呀、啊。你不能怪骨盆啊。要会啊，怪他。不行啊，你又这样子做，肯定是会歪的、啊。我坐直也不会变正啊，但不会这么歪。对啊。大概半年要招一次，招到现在差不多够了吧？怎么会有游泳池？太高级了吧？盖他。鼻子痒，为什么我是草的味道？为什么？你怎么会这样子觉得？你就是草的味道，你才是草的味道吧？你是什么？你是松饼的味道，臭，这样行的，你才臭啦！怎么可能说？我像流出来的汗都是松饼味，很甜哦。超甜的哟！想躺一下，不行，那你去躺地吧。不要你们躺地。不要！加油！你烂头！我之前煮给你的东西都有草，有吗？我之前煮给你什么？我有煮过什么给你？应该没什么吧。山苏的味道。臭いの臭くないわ。他说你是巧克力甜甜圈。不可能吧？不可能吧？还是只有那个巧克力而已。不可能是甜的吧 ？TP 吃也太久了吧？对啊，你不可能是甜的吧？你怎么样都不会是甜的吧？你就是草啊，不然就咖啡啊，不然就是什么？什么？我家现在才总共89人，全球48加起来309。哦，这么少吗？不对，好像也蛮多的。你好想都化，不行。
那就是黑巧克力。他说的，因为没有甜。嗯，这样子就可以。有这么多？对啊，福德是法法送小琴的，都要忘记了，太久了吧？好多，这样算多吗？300个人的偶像团体，好吧，好像是蛮多的，太多了吧，好可怕。打得赢吗？但打不赢吧，应该不够哦。三个月兴趣不可能，什么色用姿势打不赢吧，这个花叫爆米花，哎，看起来好吃，挺好的吃。这个啦，你看这个。张法法现在不陪我玩，累死了，玩一整天嘞，玩了10个小时了吧？有吗？没有吧？不知道，不知道几点才说的？没有吧？我们很早起哦，我们在10点。嗯，有哦。那弗雷塔斯基。10点，快11点，我闹钟响，我在玩游戏，应该有。QWOP 是什么？晚安。转了一圈，什么意思？要转了一圈？但感觉他肯定赢，就是你养不到。法法会煮山猪吗？为什么法法会煮山猪？我要有原料啊！山猪谁都可以煮啊，只要有谁都能煮。三杯猫，你有原料。你不要摸我，这样子。我不要吃差别，对。有吗？没有啊。草组成员都好。有吗？有吗？
七豆二一。他宁愿玩猫不跟我。嗯，没事。什么黑洞没了吗？就没了啊！但是我没有啊，还好没有没有没有干嘛，就是会。什么歌单？什么歌单？消えたかな？潮州版不寒而栗。哦，但是也还好吗？三十秒也太短了吧？画画边，对，还有啊，还有啊，需要吧？太久了。有人下班了，烦躁。有人下班了，是不是？拜拜。呀呀呀，奶油奶油，可哈鲁讲下班了啊？是说有人下班了？不是，我还没有下班，大家不要紧张。妈鲁也还没下班，早就下了，早没上班过。呵呵，有点过分，一直趁机就打我哎、欸，可以吗？没有，大声。衣柜旁边那个小柜子最下面那一个。对，对啊，下周要公演，今天很累，没有，今天没有很累，今天很废。强制上班，嘿，跑掉，嘿，对，冲太快了吧？哎呀，不会。哎，他上来了，他自动上班。来了，上班。这边，这里。那就下楼，好的，嘿，
安静。谁在看首播？朋友。对，这个 BGM。干嘛不理我？对，猫咪不理我，猫咪不想理我。谢谢谢谢的沙滩排球，感觉你好像有玩过。不，这是 YouTube 首播前面的声音哟。嗯，快跳上！你们转过一点。乖哦，眼睛好圆啊。谢谢老沙的沙滩排球，还想玩游戏啊，好可爱。哼哼，对啊，每天也太厉害了吧，每天。谢 YC 的枫叶。他累。没有很久啊，不久前在普里的时候拍的，那没有很久吧。剪毛钱，剪后面的毛钱。对，哎，我不知道，赶快投票。可爱。投的又投，投的又投。小三没礼貌，嘿。看看这里。很舒服哦。哎，不对，对，猫咪在上班，但你们看到的不是猫咪，是在看猫咪的。怎么了？这角度旁边那位有一种阿拉斯的感觉。哇，还好吧。
你的饼干来的今天都是这样。你为什么在找饭店？还想去玩？你也想去玩？别玩了吧。不是啊，我知道，但是疫苗又不是说你打了你就一定不会确诊，它只是你可以降低你确诊的几率而已。重症的几率。对啊，确实是有些病。它不是一个完全救命疫苗。我放在手机架上面，手机架哟。没有，是逗猫棒上面有铃铛。控制好就好了。你都已经要出去玩，然后你在找饭店，都已经看到那个饭店的订单都已经满了。你觉得大家有会控制好吗？虽然说是有机会啦，但是还是不要去台中就好。你不要讲话啦，还是尽量不要啦。那因为我比较远。有可能是 Hello 李真，他就只在乎台东啊，其他地方怎么样都没关系啊。我这样说，不是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嘿 ，Hello， 李晨说他是去台东。不可能吧？啊，松露我还好，没有关系，不会为了这个去办会员的。他如果是送一个松饼套餐，那我还可以。松露你跟我说松饼。不要，我要松饼，我不要松露薯条。我要松饼。超好吃欸。我要松饼。
江城唱醒台，嗨，谢庆的眼睛也长重，谢幻影战士的干杯。棒，诶，好晚好晚才打，我才不要，什么松鼠，不要松鼠，没有松鼠，打扁了松鼠，你确定松饼吗？它是松饼还是薯饼？打扁的松鼠是松饼还是薯饼？你为什么又躺在我身上？很重。那你也是躺了十分钟才发现，你应该是不重吧？很重。你太重。松鼠饼。谢谢谢的能量饮料，谢李川的眼睛也上重。松鼠口味的松饼还是松鼠口味的薯饼，我都不要。谢伯承的帅气领带，晚安。マル疲れちゃうよ、大丈夫だよ。もう一日寝てたし、大丈夫、大丈夫。谢幻影战士的枫叶，刚看完闭幕，辛苦了，辛苦了奥运的大家。臭仔哟，谢新鲜柠檬的干杯。什么薯饼？我不知道。没有，才没有。哦，你是说那个吗？你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吗？是松饼还是薯饼吗？我知道啊。我知道啊，爸爸在后面看起来很孤单，他才不孤单，他在玩他的游戏，很开心，好不好？哎，可是昨天也有玩逗猫棒，然后玩到后面他羽毛都掉了，只剩下铃铛，他还玩得很开心。是一个只有铃铛也 OK 的猫咪，漂亮哎、欸！
对谢玉超的一封信。东西就可以了。很喜欢。嗨。可以的。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哈？有什么问题？哈？跟我开玩笑吗？什么问题？我就问。什么问题？我就问，到底太恼了，太恼了，大家太恼了，不行哎，这样子不行哎，大家这样子不行哟。他每台都问认真吗？哇，认真，神经病，哈？李晨不要闹哟。对啊，哎、欸，我才，什么？我应该不是一个粉丝特别多的人吧？不可能吧？我这样子也可以有二戒。嗨、hey? ，认真。哎、欸，友哥，别闹噜！真的是别闹了，真的是别闹了。啊，别闹！神经病！美玲很认真回答，真的假的？谢谢美玲，但其实美玲有告诉我，她有告诉我，她有来跟我说。谢谢美玲，勇哥，哎、欸，勇哥拜、欸，什么？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对，我也觉得。我应该不是一个粉丝多到会有二阶的人吧？他每次都是问那两句，没有变，是不是？好闹，好闹，好闹！为什么刚刚法法台他没有来问？我在哦，我在哦，我也在哦，他怎么没有来呢？好可惜，太可惜了。太酷了吧！太酷了吧！我以为就是那种粉丝比较多一些的人会比较容易遇到，是这种就没有一定关系吧？不知道，感觉就是少粉丝少，搞不好就是二阶比粉丝多这样。是吗？会吗？不一定。好好笑哦！好闹哦！妈的！还在玩，
羡慕羡慕个毛啦！契儿是之前的同学，就是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就比较常会出现在我的台，但是只有声音而已啦，声音出现，声波，毕竟他们也不能露脸，就是好朋友，跟鱼仔一样，跟马路一样。马路连声音都不想录。对，马路连声音都不想录，可恶。睡台隔几个月就有人来搞，是真假的？就是之前的好朋友，这样可以吗？什么意思？马路可以，但他不愿意，他正在玩他的逗猫棒，还躺下了。累了太累了吧。してない大丈夫だよ全然違うわ又什么真假的他嫌薪水不够不想录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还想要什么陪你玩逗猫棒给你吃肉泥虽然不是我的还挑食可以啊但是先不要现在先不要并没有一定很多吧我觉得搞事的人搞事的都蛮多的好厉害哦好酷哦好厉害哦没有没有并没有知ってます欸知ってますって勇哥勇哥你这样不行哦你已经二阶到连海外粉丝都知道了好笑哦好怒哦他刚刚又来了怎样他刚刚跟我说算了等一下再说就不理他嘛就是很闹耶、欸、好闹哦、喔、就没几次就让他拜拜吧好好笑他是想跟你讲这些你就让他连讲这些都不行别啦我别啦常来问关于某个成员的事哦还有啊啊，还有哦，认真的啊，对啦，勇哥也是哦，海外粉让另外一个海外粉，海另外一边粉，笨啦，李晨有问题吗？你有问题吗？对啊，我还在直播、哦。怎么了？没事，不要不要口出狂言。我刚刚有吗？是没有啦、嗯。我知道，但他在我这边不太会讲话，其实是吧？应该是那个吧。我也没有难得吧，我该 ban 的还是会 ban 啊，还好。直接打出来，有他会来，但他不太会讲话，在我这讲的我也不会理他，应该是因为我都不会理他吧。小千才没有美丽呗，他如果美丽呗，他早就已经不来了，好不好？他这么容易走心的，上次叫我编子。上次让我自己 ban 他的，他自己让我 ban 他的哦，然后他自己难过，这是 OK， safe safe， 你肯定 safe， 他享受，确定，因为那是第一次有遇到这样子的人，觉得很酷，太酷了，所以就想说留久一点，看他可以讲出什么话。
反正不会影响到，就是 不太会，不影响吧，应该不影响吧。你还笑？对啊，结果没有成功。废话，我能回答他什么？对，生怕被鞭尸，不至于，没有那么容易，好吗，大家？为什么被踢之类的？妈啊，那我们也不会知道啊。嗯，知らないよ。原来是，居然是二界的部分吗？谢了，并不会，不至于。妈咪。我会动的，收到自己的破线洞，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你怎么突然不见了，这样。这样子你也可以看到，哇，很厉害哦！海外第一边，谁勇哥吗？好的，谢谢。台湾饭可以，对啊，很厉害呢。不一定是我的台吧？不一定吧？不吧？他居然没有去迎接，蛮嗨。Hello， 不可能吧？丹哥也想竞争一下，要念棒，我要念棒了，玩具总动员的贴纸，买了手机壳送的，买手机壳让他送那个酷吧，超可爱的，大家以后看到他请帮我替那位朋友说，可以直接变他。我的金鱼在下面啊，金鱼在街的那边，然后张发发正在冲，気をつけないように、はい、気をつけます。看见刚刚那位朋友，那位有点问题的朋友，直接说人家有问题，这样好像很失礼。刚刚那位朋友，对，好的，我要来念榜，我要念榜，跟直播的那位就是有看见。那个 ID 就可以跟直播的那位朋友说，可以直接跟他说拜拜。我要念榜了，大家，绝对不会是你吧？不是啊，很闹哎、欸，多久了？他还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Hello， 人家活在当下好吗？是什么问题？告诉我什么问题？然后还在那边，对对对，嗯，这样有点尴尬啊。他应该不 care 吧？他会 care 你跟他说拜拜吗？
我要念排行，让我念排行。永久。本来是这次，本来是这次，但是后来想想，好像不看到也好，搞不好他会有新账，新账号，反正账号那么好创，应该是不会吧。第十名，我要念榜了，我要念榜了。第十名是哈柳，谢谢哈柳。第九名是思源，谢谢思源。第八名是谢谢，谢谢谢谢。第七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六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五名是肖，谢谢肖。第四名是伯辰，谢谢伯辰。第二名，第三名是飞鸿，谢谢飞鸿。第二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一名是西恩，谢谢西恩。哦，也是可以，让他来，让他来，好不好？让他来。对啊 ，ET 那个很厉害，但是应该没有像 ET 那么厉害的二姐了吧？我是没有看过啦，应该没有吧。对他可以来，来握手会问我，直接来好不好？不可能，不可能ban到你好吗？真的怪，可以让他来，一定有来过啊，ban了很多个。应该是他吧。哇，没有，但是就是来啊，来嘛，敢不敢来？他还不会花钱，不会花钱就不要在我直播间讲话，什么意思？没有啦，没有啦，看一下啦。没有，对啊，对啊，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啦。要，就是他，就是他而已，他而已。要来，没有他而已，就是要讲话，就是要来，握手会找我，我面对面，有没有这样子够近吧？他还可以，还可以。讲清楚说明白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对，没有他而已，他而已好闹，好好笑哦。下周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我没有改，因为有可能有小改。妈咪好啦，我要下班，要下班了，大家稍不能长久，可恶可恶。对，八点，拜拜，大家不要这样子啦，拜拜。我喊吗？我在大喊吗？我对你们大喊，就是他。来，拜拜，皆さん晚安です。不行，这样子就换你们被出镜，不可以，不可能连你们都被出镜。拜拜。